中乐器队成立到现在是已经迈入第35个年头喽，而且呢，他们是台湾第一支成立的美式室外行进乐队，突破了以往乐队只能为一队伴奏的表演形式。而建中的乐器队除了在乐器的演奏技巧上非常的精湛，同时呢还会搭配着令人目眩神移的队形变化。而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建国中学的乐器队呢，在2017年前往荷兰参加世界管乐大赛的时候，是拿下了行进乐队组的金牌奖。而今天他们就要为大家呈现出他们训练很久的成果，而表演的曲目是《东幻》。
位现场朋友们，我们是不是再给建国中学乐器队一个热情的掌声？谢谢他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。没有错，其实呢，今天三校的联合演出啊，他们日以继夜的来做排练，甚至是到晚上都还在练习。今天我想他们也是彻夜未眠的来为这一次的大典做准备。是的，相信学生们辛苦了这么久，就是要呈现最完美的一面给大家。同时呢，我们要谢谢陪他们前来的家长，可以说是非常的辛苦哦。是的，除了家长之外，还有带队的老师，我们也代表我们主办单位感谢今天大家的参与。是的，因为呢有大家一起来出力，才会让我们这个活动非常的圆满。没有错，其实呢今天早上来到现场的时候，我还有发现一件事情让我非常感动。是因为呢我在